小时候过年最开心的就是陪着老爸贴春联，然后春联，龙年对联礼盒，一个礼盒啊，22件，有红包、包袱，对联是都有的。这个是多少呢？59件，这是59件的。今天我们5万单，59件的是19.9块，22件的是9.9块，上车。拜年，给各位拜年，我们的生活小花儿开了。哇，下面有请三只羊董事长张开阳教大家正确的泡茶步骤。你给我泡茶有点不好意思。兄弟，我们今天这个茶泡价，这个你磨茶。大小羊总的那个花先挂一下。摇下。好，过过海。别碰。哇，没事，反正他只要倒到这里面就可以了。不可以喝了，对吧？啊！我不喝茶了，我有茶，我喝热水。你待一位。这个是一回生二回熟，喝茶的镜头是普洱。这个普洱干是不是普洱茶？对，普洱茶。兄弟们，他们现在是跟我们厦门分公司的老总了。为什么要跟他们合作？一定是他们的品质。你磨茶一年做17个亿。普洱的话，生普、熟普都有。而且我们这个饼呢，好在哪里啊？3.0时的小饼，你可以看到每一片利于携带，一片的话大于等于5克。就这个就方便了，对，这小饼你直接泡一个够了。传统那个饼说是很麻烦的，然后这样的话就真正意义做到了，茶是为人服务的。生普里面是40片，熟普里面是40片，也可以送礼。对，你看啊，这个走礼的话就特别合适，基本上中国人都会推辞一下吧。推辞一下你就说，一回生，二回熟。再说送的是茶嘛，全家人都可以喝嘛。然后你们一直什么价格卖的？一直是168的价格，6.6万单。我们今天是年货节，去了吗？如果是168，两盒是多少钱？两盒是336。六，我们今天就15,000单，在我的直播间破了一个价。两套是2套，258上车。Nice。如果是你干的，你就完了。我怎么会干？如果是你，你就完了。不，放心。奶兄的大洋嫂陪大洋哥一起来到三只羊年货节现场，端庄优雅的气质令在场所有人都黯然失色。没想到却因小洋哥的一句话，当场对大洋哥发火。让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吧。这牛奶很好喝的，媳妇儿，香醇的纯牛奶。兄弟啊，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配料表，我们可以看配料表是吗？配料表只有生牛乳，日常价我这一箱，兄弟，两盒1134，我们就算160块钱吧，79块9。上一箱，哇，36瓶。别人说你这个这么便宜，你肯定是临期的。兄弟，我再给你讲一下，我们这个是1月份、12月份近2个月生产的，保质期6个月，送你嘎嘎好，嘎嘎有面。你知道我哥喝啤酒能喝多少吗？1瓶，差不多，多了都说多了。曾经有个男人喝啤酒啊，是真的，那我的兄弟都是佩服的，真的。那喝啤酒是这么喝的。我的乖，行，我就下去了。不是你，如果是你干的，你就完了。老婆，我怎么会干？别瞎说。我能这样喝酒吗？我傻吗？你觉得会是我吗？那肯定不是你。对啊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是不是？我一喝就醉了，对吧，媳妇？哦。小白龙开滴滴去了，你每次加油加3个小时，你跑去开滴滴了，你是不是跑去挣外快去了？出大事了，兄弟们，小白龙这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小杨哥抓包小白龙上班时间偷跑出去开滴滴赚外快，事情的起因还要从那天说起。谁？
我开我哥车去加油站，他给我搞一套八个，叫我一个月加一次。到加油站你看，很贵，科技威大牌子，真的很大牌子，大牌大牌大牌的。加油站他给你搞那种小牌子，你去看一下，一瓶多少钱？兄弟们，科技威燃油宝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，两箱油加一瓶，就家里有车，兄弟们这个品真的可以。他们这样19.9块一瓶，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五瓶，再加两个毛巾，49.9块，你五瓶可以用半年。我们车上放的就是这个毛巾，就叠好放在车前面。啊、天天去加油的吗？那车那么费油吗？有一次下午12点去洗车，洗到5点才回来。他跟我说堵车，你到底是洗车还是洗脑啊？不是呀，排队排5小时啊！那车怎么刚到你就跑去加油？你怎么那么喜欢加油的吗？我天天也就回家用一次车，你每次加油加3个小时，你跑去开滴滴了。兄弟们说你就开滴滴去了，兄弟说的好像有道理啊。在小杨哥直播间发现了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哪我的妈，真的很舒服，它是仿那种人手的，还有加热呀、啊、你加热。哎，我说怎么热了呢？那个热量是可以控制的，这是你站着趴着躺着按，再按腰按腰部按大腿按背部，好几种按法，送给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，真的是好东西。不管你就是做菜的时候啊，玩游戏的时候，开车的时候啊，在办公室坐着打字的时候，办公的时候，出去玩的时候，你都可以这样带着，随时随地给你按，然后精准的按压，松弛有度，两档可调节，399。一岁以为是北斗病，他嗓子地怕我摇号车啊，哎呀说你绝对想不到，小杨哥最宠爱的人不是武大徒弟，也不是其他达人，竟是从小跟着他玩大的小白龙，是那个跟在小杨哥身后永远提着黑色皮箱一溜小跑的人，是那个无论去哪都带在身边的人，是那个佛性开播不好好带货只顾着唱歌的人，是那个结婚买房小杨哥掏钱的人。就在近期的一场直播中，小杨哥吐槽小白龙的那些离谱操作，听到最后一个，真的佩服小杨哥对小白龙的包容心。小白龙来几箱呢？快过来，我们只做中高端奶粉，你买个几百的箱拿出来啊。一窝，哎，说了是不是有白药？因为你买的是有黑黑的这种杂料，多来看一下，不是越硬越结实，而是软，它有道理的是吗？看，软中带刚，软中带刚。当你碰到野蛮装卸的时候，嗓子不会爆，它是来这种进口，对，德国科创拼石材料。因为我现在出门全用这个箱子，我再也没用过其他品牌了。听一下静音效果，听声音。有没有声音？没有。品牌商都是用铝镁合金拉钢。铝镁合金，黑色有黑色，没错。漂不漂亮，兄弟？这个可以登记的，20寸的，20寸，239，24寸，211，28寸，499。12点钟到公司了，跑去加油，2小时之后回来，我也不来看一下。你怎么每次加油加2小时？不是，你不是加油，你不是给车加油，你是给你加油，知道吧？天天去加油的吗？那车那么费油吗？有一次下午12点去洗车，洗到5点才回来。他跟我说堵车。你到底是洗车还是洗脑啊？洗不排队啊？排队排5小时啊？在我们最忙的时候，就有人去跑去洗车。我有时要用车了，我快回家，家里有事，小孩哭了，摔跤了，洗车去。小白龙开滴滴去了，你每次加油加3个小时，你跑去开滴滴了。